大家好，我是小李。今天俺姑搬新家里啊，也就是今天正式搬到这个新家来，然后邀请家里就是比较亲的人，然后来这儿聚一聚，来这儿暖暖心房。提前早点过来看看姑有啥帮忙了，然后给她帮帮忙。今天呢也是一个好日子，你看这天气特别特别晴朗。现在往饭店出发喽，
今天呢就是大家聚一块儿热闹热闹啊，然后给我姑姑暖暖心房。嗯，俺姑这边的姐妹几个，还有俺姑父那边的亲朋好友，聚一块儿热闹一天。孙女儿，给我买了这个五毛一来的。哦，哎，你俩来了，赶紧坐着。你看这是谁？哎呀，看这俩。人家到那儿，人家看见人家爷，人家都问人家的那样。谁？你爸？在这儿姑。我什么带来吃吧？在这个桌上人少，然后菜都吃不完，回去等了姑有人把打包回去。哦，那个菜都没动都。俩孩子吃完往小了走了。